当你抓卧轨鼠的时候，结果就已经注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泰。这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一个小说家六爱哭鬼的一个教训啊。那么这把直接就六穿啦。然后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学会绕院啊。这把真的六鬼非常非常简单，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拉点啊，疯狂的去拉点。在逛街，那个外国人找我，你知道，我是不是拉大点，拉得很开？卡住了吗？直接绕不见了。呵呵。等一下来了，要闪了。哎呦，爱哭鬼。好卡呀，你大爷的，卡的动都动不了，我去，人都感觉冻住了，我靠，还好没有震慑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我靠，你大爷的，人都感觉画面都不流畅，你知道吗？会有点小掉帧，你知道，会有点点小掉帧。我有些话，不能给我的，请完整给他。看看前面，你知道？他死了。你说你吧，